云嘉是全台人口老化最严重、所得最低的地区，老与贫更需要主动式的医疗关怀与照护。啊，无来没啦，机会较少啦，啊无未主动去检查者。这几年来，我们大概发现了将近1000个真正的癌症病者。志为人医与您分享15年来大林慈济医院如何将医疗送到社区，用爱守护民众的健康。